前逢挂上鸳鸯帐，不似得合两同堪骂。舞蹈园里怎知春色如许，时代发展的今天，有越来越多的越剧爱好者加入到关心和珍爱越剧的行列，可以说他们真的是我们越剧的后辈的力量。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越剧爱好者好吗？谢谢你们的支持和努力。是的，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舞台上呢，一出出有声有色的折子戏呢，也是展现出了我们越剧无穷的魅力。更为难得的是，这些经典的剧目、紧贴时代的剧目、富于创新的剧目选段，也体现出了一代代越剧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自信。对的，这其中离不开我们越剧表演艺术家的执着守望，激活传统，积极为越剧艺术寻找新文化的支撑所付出的努力。是的，那么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曾经荣获中国戏曲梅花奖的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麦玉清老师和杨耀安两位老师。麦玉清老师是国家一级演员，13岁开始师从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郑培英老师，其天资聪明，勤奋刻苦，表演风格独特，擅长闺门旦，青衣行当，扮相俏丽，音质甜美，情感丰富，表现力强，多年来领衔主演了大量的剧目，塑造了一大批性格各异、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广受好评。2009年荣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16年荣获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那么梁耀安老师呢，是国家一级演员，出身越剧世家，自小随父学艺，天赋异禀，勤奋好学，曾经受著名表演艺术家洪宪女和罗家宝教诲和服业，秉承家乡生育魅力，扮相俊朗，嗓音明亮，功架优美，功底扎实，是深受观众喜爱的文武生。1997年荣获第1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麦玉清、杨耀安两位老师为大家带来越剧折子戏《鸾凤纷飞》，有请。有请。
欢郎，八Yeah.
神仙今日大意重事，我不是要用礼义名安，怨夫命滞，婆婆不良。
管一大地风景花红。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2017东莞文化设计之戏剧季，梅花绽放，南岳飘香，东莞戏曲小梅花精品表演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晚安。
祝你几何时，你春山万人恨怨。为君多少处女，难免情花分。今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吧？娘啊，不可对我不想好。Thank you.
云破雪都做云，情爱是寒心。Yeah.
两红堪难。